我这生活是不是咱们也供的？那菲菲秀报那个戴永革地利公司，当天9月2号股价跌47%，昨天好像又跌了27%，是吧？你人家得多恨咱呢？你想想，我跟戴永革无仇无怨，菲菲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还得现找，是吧？火来更不知道他是谁，是不是？你像郭广昌这个孙子，郭广昌那是那个这个骗子到啥程度？他比张宏伟还烂100倍。就拉着私人飞机啊，和他那个李峰是吧？还有他那个梁信军，大多数是学生是吧？上海的、复旦的学生，搞那些王八蛋东西啊，全都是骗子，几千个亿啊！我跟他无仇无怨啊，就因为你骗的是中国老百姓，你骗的是最无辜、最穷的人，你有本事你去骗他，把孟建柱去。